感觉你好孤独。三爷，三爷，你看，终于要柔情了。都忘了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被关在丛林里头。我的世界只在零和一的至尊度过。我们俩人以后坐姿都是坐姿是这样的，坐姿对，都是在内八。我的假发已经准备好，我要接长发。你有没有一种想展示自己的柔情那一面的感觉？当然了，当一个 beautiful girl。啊，圆圆！啊，哦耶！大爷，你被何妹抱回来了，恭喜你！我又跟妹妹在一起，全是何妹。怎么就跪下了？行这么大礼，忽然第一次见面啊！四大传媒集合了，你过来 rap 吗？